11月12日，正在施工的印度北阿肯德邦喜马拉雅山脉隧道发生塌方，共有41名工人被困在隧道中。虽然当局紧急开展救援行动，但各种试图接近工人的操作都难以顺利展开。11月21日，救援人员终于插入了一条长达53米的管道，将食物、水、药品和氧气送到工人手中。被困的印度工人们首次吃上了一顿热餐。工人们集中在一个约60米的洞穴中，摄像机拍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孔。北阿肯德邦政府表示，接下来将向其他国际救援团队求助，